相信一般人对于泰国料理的印象是充满了酸甜辣的重口味食物。不过，在南加州的圣盖博士有一家泰式餐厅推出了创新的泰式料理，不但保留了传统的美味，也注入了健康新元素。一起带您来看一看。有世界第一健康美食之称的泰国菜是夏天开胃的好料理，也是许多想要保持身材爱美女性的首选。位于 St. Gabriel 这家泰国餐厅，热爱泰式美食的老板搭配手艺高超的泰医主厨，他们巧思妙想推出各式创新料理，色彩鲜明，清淡不油腻，不但将辣椒、咖喱、鱼露、虾酱、椰奶等传统佐料发挥到淋漓尽致，更善加利用九层塔、薄荷叶、柠檬草等香料提升食物的美味。如此一来，食客们在美国也可以享受到新鲜地道、健康低卡的泰式美食。这边呢有一些非常有特色的泰式咖喱，比如说我们的烧鸭荔枝红咖喱，我们的这个芒果红咖喱，我们的各种各类的咖喱其实现在得到了观众朋友们非常的喜爱。另外我们这边还有一个非常有特色的是泰式猪颈肉。除了各式的传统咖喱主食之外，该店超人气的美味还包括芒果紫米甜点、南美薄饼和泰式腐乳炒粉丝等等。老板表示，许多顾客在吃了之后都用泰文大叫阿瑞，真是好吃。我们现在午餐的特价都是5.95块，星期每周七天。那另外呢，我们每天像星期二、星期三、星期四，每天有4.99块的特价。浓厚的异国风味，天然的清新口感，在炎热的夏天，这一道又一道的泰式美食的确能够让你胃口大开，百吃不腻。国际卫视记者唐李正、刘其慧洛杉矶采访报道。